靠，下雪了。2022年的第一场雪啊，这算是雨夹雪吗？赶着下赶着化啊，现在温度还挺高。我去，去天空灰蒙蒙的，我去，地下全是水，除了水就是它，非常滑啊、哦，非常滑。明天估计要冻冰啊。正所谓下雪不冷，化雪冷啊，明天肯定要冻冰。看咱东北的雪景啊，非常漂亮啊！你看那树上挂的啊，全都是雪花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什么银装素裹呀，是不？哎呀，这么大大雪天啊，你瞅着，风还挺大。今天啊，作为一名游戏主播啊，冒着这么恶劣的天气出来为大家记录2022年的第一场雪，大家是不是应该点个赞？然后在留言区里夸我呀，夸我几句啊！哎呦我去，除了天天带大家玩游戏之外呀，咱还能那啥啊，带大家去看户外，这玩意儿你说厉害不厉害？那雪大风雪大，道上人还不少啊，全是车，别人都打着伞，就我没打伞。哎，买菜的呀！我去。这场雪呀、啊，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。昨天晚上下的是雨，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就开始下雪了，然后一直下一直下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下了一天呢。我操，天太冷了啊！我来到菜市场，买了点豆腐，冻豆腐，买了点金针菇，回去炖豆腐吃。天太冷，按理说吧，应该。大冷天应该炖点肉啥的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呀，一天直播不挣钱了，咱吃点豆腐就行了。错了，现在买完菜往家回了啊。刚出来的时候没觉咋地哦，现在，哎我去，哎我去，现在感觉太冷了，风一吹喘气都费劲啊！我操，我得赶紧回家了啊。